其實頭先講到，大家或者係估到啲啦，任何地方都可以禮拜啦，係嘛？嗱，你唔可能話帶住某一樣嘢去到邊，就帶住去到邊先可以做禮拜。啊，所以咧，嗰、那個清真寺入面係乜都冇嘅。啊，有陣時咧，你唔一定嚟清真寺，人哋禮拜咧唔一定嚟清真寺啦。同樣咧，清真寺咧唔單止係做禮拜。而是咧，頭先大家見到學習咧，所以係有教育嘅、社會嘅，考試加埋嘅上堂咧，同樣可以喺度上堂嘅。啊，甚至佢哋係有啲展覽啦，開放日嗰時或者要嚟過。啊，又或者係婚禮，而家舉行婚禮呢度又得嘅。啊，所以我哋清真寺咧係一年365日。八號、十號封號都開嘅，嗱，你又可以當作係社會中心得，社區中心係嘛？啊，係噶，啊，所以越早最早期啲，我喺麥德時期咧，嗰個清真寺功能眾多，仲有醫療即係 clinic 診所喺度嘅，啊。甚至係照顧一啲遠行嘅旅行者，佢哋住嘅地方未有嘅，嗰時冇火車嗰啲嘅嘛。啊，反而咧呢個時代嘅嗰個功能反而少咗。啊，咁而家咧我哋講禮拜，嗱禮拜同祈禱咧唔同嘅。如果睇翻英文咧，就係兩個都係翻譯 prayer 嘅。In fact， 而家喺中文嚟講咧，我哋兩樣嘢係分開咗。祈禱同埋禱告咧，即係大家都明白嘅 pray。例如我哋食飯之前 pray， 啊，或者食完飯 pray 啦，啊，瞓覺 pray 啦 ，OK， 啊，又或者係開心啊，或者咩嗰啲要 pray 啦。嗱，嗰啲咧叫祈禱，呢個咧就唔受任何嘅限制，或者係冇任何條件嘅要求。無論頭先我哋講嘅洗身啊。或者係向住邊個方向啊？或者係幾多點啊？或者係乜嘢啊？任何要求條件都冇啊，語言條件都冇。啊，一定有咩文本咯？用翻你自己嘅母語，你自己嘅語言就得噶啦。嗱，嗰個我哋叫 Dua， 但依家我介紹呢個叫 Sola。中文咧，我哋叫做禮拜，嗱，但係英文咧，佢兩樣佢都係翻譯 pray，OK， 嗱，不過我哋中文易明啲。咁呢個咧就有好多要求啦。嗱，首先咧時段，嗱時段咧，大家睇到咧，嗱啲係東邊啦，日由呢度出嚟嘅 ，OK， 我哋正正咧係要避開太陽，啊。就避開太陽咧，所以我哋喺太陽日出之前呢個時段，大概係90分鐘，係第一次一日嘅第一次禮拜時間時段 ，OK？ 因為佢係90分鐘咧，你用10分鐘到去做啫嘛，唔係做90分鐘啊，係90分鐘嗰個時段入邊用10分鐘時間去做嘅。咁咧，日出咗咧，慢慢升起啦。嗱，日正之後，啊，日正之後，調轉咗，啊，調轉咗，點解係 ？OK， 又變咗東邊嘅呢度。啊，嗱，日正之後咧，開始偏西。啊，呢度到呢度咧係第二次嘅時段，差唔多3個鐘到。啊。同樣嘅喺呢3個鐘入邊咧，你用2到3個字去做。啊，第四次咧係呢度到日落之前，啊呢度咧到日落之前，第三次，第四次咧係日落咗，啊日一落咗咧，2到3分鐘就可以做啦。同樣咧係用5分鐘10分鐘去做。再嚟咧，最後一次係天黑咗。啊！即係日落至到天黑咧，就要差唔多個零鐘時間嘅，嗰個時段係個零鐘嘅，唔係好長。啊！不
不過都唔係話半個鐘咁啊。所以呢個時段第四節由呢度天黑曬啦，一路去到第二朝早之前，即係第一次之前咧，呢個係做第五次禮拜啊。呢個第一係時段嘅要求啦，你唔可以臨亂咁咧。嗱呢個咧，你攞嚟呢個時候做。或者好似依家我哋差唔多喺呢個時候咧，啊你做埋呢個唔得嘅，啊好簡單，你去咁樣去諗就得噶啦。食飯咧，你唔可以早餐當做午餐，午餐當做晚餐，係嘛？啊晚餐我當做宵夜，或者係午餐當做宵夜啊。嗱你指呢啲要按時，啊記住時間，咁咧喺唔同嘅時段咧去做。第一係時間要求咧。啊！佢係咪調轉咗啊？係啦，一陣先，一陣先講嗰度。嗱，呢個係方向啦。嗱，方向咧，好多人覺得，哎呀，又係去向西啊！啊，我話向西。你唔好東南西北冇咁記，因為咧，原則嚟講嗱，呢個世界地圖咧係大概係中間點嚟嘅。咁中間點咧，睇翻你喺邊個位置咯。啊，你喺邊個位置咯？我哋係香港嘅，喺呢邊咪向西咯。你，但如果你係美國啊，嗰邊咪向東咯。嗱，或者係東南咯。如果係莫斯科，咪向南邊咯。如果係南非，咪向北邊咯。嗱，你睇下你喺邊個位置。OK， 啊東南西北講唔清楚嘅，一講卡巴，啊卡巴咧係一個建築物，咁咧佢喺麥加嘅一座清真寺入邊，啊後邊我都有圖案嘅，啊咁全世界嘅穆斯林咧，無論你係任邊個地方咧，你要禮拜嘅時候咧，係向住呢個方向拜邊個啊？係啦，拜真主，你冇話拜加巴啊，更加唔係咁拜麥加啊，嗱賣嘅嗰啲大嘴嚟嘅，係拜真主嗰個方向咧，係向住呢個方向。嗱，第二方向要求啦 ，OK， 禮拜方向要求咁啦。啊，再嚟咧就係我哋要洗身啊，乾淨嘅啊，身體我哋嘅身體啫，要去洗。我哋要洗手淨，局部即係手兩手掌，跟住口、龍口、鼻洗面，跟住洗手到手踭兩邊頭頸耳，跟住洗埋腳。呢、这個局部我哋叫小淨，仲有一個大淨係全身嘅，即係沖涼咁嘅。嗱，唔洗小淨咧，同樣唔禮得拜嘅。啊！洗小淨唔禮得拜嘅，再嚟咧，我哋衫啦，著嘅衫都係要乾淨咯 ，OK？ 嗱，頭先係洗咗身體啦嘛，咁你著嘅衫咧都係要乾淨先得嘅。啊，如果係有啲 BB 啊，瀨咗屎尿嘅話咧，唔可以著住嗰啲去做禮拜嘅。啊，同埋你禮拜嗰個位置咯，啊，你係禮拜嗰個地點嗰、那個塊嗰小塊地方。又夠尿扣頭啊嘛，啊咁嗰個位置又乾淨，啊如果喺嗰度污糟邋遢，就又唔可以做嘅，啊我哋禮拜咧係一種修練嚟嘅，啊頭先我哋提到做埋主係無求噶嘛。所以佢唔係要求我哋入去禮拜，或者係要求，或者係需要我哋嘅崇拜。啊，我哋拜佢咧，佢先開心；我哋唔拜佢咧，佢就唔開心。佢唔需要，佢係無求。反而係我哋拜嘅人，啊，拜嘅人，啊，洗乾淨，淨係內外，啊，跟住咧個心，啊，精神上嘅、心靈上嘅，啊，身體嘅。去敬拜做物主，去修練，啊反省我哋一日做啲乜嘢，啊孔子話一日三次，
伊斯蘭人翻成五次，啊，你見到圖書乜都冇噶，所以啊，佢要嚟自 meditation 打坐嘅一啲地方咧。不過咧，我哋呢個係動態嘅，點樣動咧？後面我哋介紹啊。所以咧，反思我哋人嘅渺小啦，我哋人喺呢個宇宙、呢個世界、呢個人間，係嘛？我哋嘅責任係乜嘢？我哋嘅義務係乜嘢？啊啊，種種，無論係對真主嘅、對我哋身邊嘅，伊斯蘭俾我哋嘅一啲指引，一個係首先我哋點樣去 fulfill 啊，去完成、去履行我哋同真主之間嘅一啲責任，再嚟咧係我哋同人之間。無論是妻、夫或者是妻或者是父母兒女啊，鄰居也好，朋友也好，嗱呢啲都是人嚟嘅。咁我哋之間唔同人唔同關係之間嘅一啲義務又好，權利又好，係啲乜嘢咧？我哋會唔會做到咧？啊，再來甚至係我哋人同啲動物同植物，即係其他被造物。我哋講咗被造物唔單止係人啊，仲有神啊、仙啊、鬼啊、植物啊、動物啊，啊甚至係其他嘅星球啊，即係環保啦。我哋講到環保又好，呢啲通通咧啊，我哋嘅責任係乜嘢咧？作為一個人，或者點樣去對待嗰啲動物咧？啊，嗱點樣去對待嗰啲植物咧？啊，呢啲通通有指引嘅。啊，咁經過呢個禮拜一日五次同阿羅第一步道咧，阿瑪雅嚟到，哇，阿波喺呢度，嗱、啊、舉起手啦，做完頭先嗰啲準備功夫之後咧，我哋向住卡巴啊嘛 ，OK 方向，嗱係咪能乾淨曬咧？舉起雙手，放低曬所有嘅嘢，阿羅阿波個所有做曬嘅嘢抌低放低。啊！記住咧，抱住手，嗱、啊，左手喺下邊，右手喺上邊。咁你高度咧，就睇你自己方便，你自己舒服啦。低啲，高啲，低啲，高啲，都得。誒，低啲，高啲，睇你自己舒服啦，點樣都可以啦。咁抱住手咧，我哋念一啲經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奉旨人之旨真主之名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一切讚頌的全歸真主全世界的主眾世界的主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旨人之旨的主普慈特慈的主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報應日的主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我們只求你我們只崇拜你我們只求你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求你引導我們上正路正道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即是你曾經有助過那些人的路賣受顯露的人的路也賣未誤者的路、啊、這個是每一次禮拜我們都要念的古蘭經的第一章得咁多啫，七句啫。啊，嗱，同樣禮拜嘅時候，唔可以念中文啊，唔可以念其他嘅翻譯啊，係就可以用阿拉伯文念啊。OK， 即係用翻《古蘭經》嘅啟示嘅原文 （original language）。啊，因為呢個係禮拜，所以咧，啊。仲可以用翻譯，嗱我就念一遍。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يوم الدين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آمين 我們都是說阿明阿明那麼念完這個呢第一章呢是第一章必須要念的之後呢你就可以選自己念那些幾句啦長一點短一點根據你自己的時間時間多的話念多一點念慢一點時間不多的話念短一點然後呢第二個動作是鞠躬Allahu Akbar 90度的鞠躬這裡先直記住呢背脊是直這樣一路鞠躬呢我們就Subhana Rabbiyal Azim 我又不見了那些一些讚主榮耀主讚主的詞讚主清淨接著呢要站起身呢要叩頭第三個動作叩頭呢叩拜我們叫叩頭呢最後呢就是跪坐右腳是動起來的其實右腳是動起來的不是躺低的後面呢右腳是動起來的左腳是躺低的 OK 所以我們要跪坐又不是坐又不是跪的兩樣都是一跪一點要坐一點的基本呢就是這四個動作一直重複起立鞠躬叩頭跪坐咁一路重複嘅，就睇嗰次禮拜嘅，我哋叫一拜，咁樣叫一拜，一個鞠躬兩次叩頭，咁樣我哋叫一拜，咁唔同時段咧，嗰個拜數就唔同嘅，有四拜啦，有十拜啦，有七拜啦，有五拜啦咁嘅，總之都係重複呢幾個動作嘅。但念嘅經咧，除咗《古蘭經》咧，有祈禱文啦，一啲讚主詞啦，一啲榮耀主詞啦，有唔同嘅，都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通通都有用翻阿拉伯文去念啦。這個祈禱啦，祈禱你講翻啦，咩文都唔使受到限制啦，咩文都得啦，咩語言都得啦，你想求乜嘢咧都得啦。用翻你自己語言咧，可以求啦。呢個就唔係禮拜中嘅一環。呢個唔係禮拜中嘅一環嘅。呢個祈禱係你禮完拜，我哋多數都會祈禱嘅。咁就算唔禮拜，你都祈禱啊嘛。頭先我哋講到祈禱係你食飯都有祈禱噶，係嘛？甚至啊，我哋去廁所都有祈禱啊。咁下一節 inshallah 我哋講嗰個咩生活方式嗰度就講啦。我哋精神啦，頭先講到精神又好，心靈又好 ，OK， 意識上又好，甚至係加埋身體上，你動作好大嘅 ，OK， 鞠躬要跪落去，趴落去，跟住起身，話要鞠躬要趴落去，所以exercise 嘅，都要 exercise 嘅，咁喺嗰個過程當中咧，我哋都係精神上啦，心靈上咧，咁樣咧係。紀念真主啦，感謝真主啦，最緊要咧係感恩真主，感恩真主俾到我哋一切，我哋所擁有嘅一切，包括我哋嘅生命，我哋食嘅、學嘅、住嘅，我哋嘅健康又通通都係由阿拉俾我哋，咁我哋感恩佢，我哋唔使報答，感恩佢咧嚟同喺佢前面咧。你只是報道一下當然頭需要啦即是頭先我真係唔同時段中間或者有時做咗一啲唔啱嘅嘢特別係冇意嘅冇心嘅做咗一啲甚至有時得罪咗人自己唔覺嘅係嘛我有啲種㗎嘛冇心嘅錯
嗱呢啲咧，我哋求咯，即係饒恕我哋咯，即係原諒我哋咯，啊。咁咧，穆罕默德聖人（信奉羅馬利維聖人）佢曾經比喻，你一日咧五次拜咧，就好似你喺嗰個河流嗰度一日沖五次涼啊！咁你身上邊就有冇污糟邋遢嘢？梗係冇啦，係嘛？一樣，我哋除咗話身體上，我哋一日洗五次嘛，我哋講洗手淨啊嘛，係嘛？跟住我哋而家係精神上、身心靈上嘅，要去向眾物主祈禱或者係求恕容。一樣我哋嘅罪過咧，係透過呢啲嗱洗曬，細嗰啲罪啊，或係大嗰啲罪，嗰時頭先講自己都唔覺嘅嗰種罪，無心錯誤嗰啲罪，得罪咗人嗰啲，嗱、啊、同時咧，時刻都知道認得到我嘅真正嘅主人，歐羅嘅，唔係其他。真正的主人阿拉不是其他、啊、所以呢我們來這裡報道了、啊、來跟阿拉這裡交流也好報道也好呢時刻提醒著我們的義務是什麼我們有什麼義務對他有什麼義務呢、啊、有什麼責任呢、啊、特別是對真主、啊、還有對其他人、啊咁培養生活嘅有紀律清潔嗰度就係啦，時間頭先我講時間咧，係嘛？我做住嗰個禮拜嘅時間去作息啦。啊，一做起身咧做禮拜先，係嘛？又或者一日咧一早日出之前就要起身早起，係嘛？嗱、啊，咁起嚟做咩咧？禮拜先。啊，咁跟住去做嘢啦，做嘢咁中午咧到中午唞一唞啊。啊！我哋 lunch time 係嘛？食飯又好，咩又好，咪又唞去禮拜。OK， 咁就喺之後要去繼續做嘢咯。啊，做嘢今日誒3:30 afternoon tea 啊，係嘛？又唞到係啊！你睇你個電腦用乜做電腦，人哋都叫你唞到嘛，係嘛？你睇出兩個鐘喎，係嘛？係啦，唞到都有用。啊，所以咧，我哋做禮拜咧，係反而係。係加咗 energy 嘅，啊！我哋話休息咩？休息係為咗做得更好嘛，或者係休息坐低休息係為咗行更遠嘅路嘛。你唔係話行下坐低就唔行噶嘛？唔係啊，點解坐低我哋話做遠啊？我仲要行好遠嘅路嘛，我坐下先咯。OK， 啊，得四次嘛 ，dinner time 咯，係嘛？啊，彼此一種，所以一日五次咧係咁樣去做禮拜啦，係。提醒住我哋啊，有規律啊，幾點做乜嘢，幾點做乜嘢，幾點做乜嘢 ，at least 至少呢啲禮拜嘅時間係 fix 喺嗰度啊，所以其他嘅生活安排咧就跟翻啲。